王一博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官宣了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，《满江红》《流浪地球二》《万里归途消失的他》《查二中》《八角笼中无名》热烈，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《检查风云》《分神第一部》《朝歌风云》《孤注一掷》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《还是觉得你最好》《长空之王》，这十五部影片将进行最后的角逐。《长空之王》剧照有网友发现，在这入围的十五部影影片中，有三部由王一博主演的电影，分别是《无名》《热烈》《长空之王》。恭喜王一博三部电影均入围，静候佳音。《无名》剧照据报道，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8日至9月2日在长春举行，期间将举办开闭幕式、电影评奖、电影展映、电影论坛、致敬摇篮、市场融合六个单元主体活动。涉猎剧照期待演员王一博未来有更精彩的表现。